比较特别的设计，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电视柜这边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。这个地方，这里后面，各位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宏杰设计设计总监张义德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桃园另外一个文中路中路特区这边的一个建案哦，这是新房子。这个房子呢，本身它在十楼的位置，它没有消防洒水管。但是屋主他们两夫妻身高都很高，他希望天花板能够尽量高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设计天花板的时候呢，不做一些太复杂的变化，我们就是以平定为主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比较喜欢有风扇来循环，所以他中间有装一个那个吊扇，那因为高度我们都已经把它拉高了，所以吊扇的高度也不会降得很低这样子。那你会发现这整个客餐厅没看到什么柜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柜子都藏在房间里面，藏在各个空间里面，唯一看到的就是门口的鞋柜。哦，这个门口鞋柜呢，比较奇怪是，为什么这开口一个朝这，一个朝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我们进门的时候要放东西，放那个钥匙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把鞋子跟东西先放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看一下这里面，这个叫做拍拍门，它里面呢有这个电箱。所以呢，因为有电箱的关系，我们把这个柜子呢做一个活动式的，它如果需要开电箱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打开的，那不要用的时候可以关起来。那这个之后呢，门片外面我们会贴镜子，所以它这边要做穿衣镜这样子，这里跟这里都会有穿衣镜的部分，会让空间有点放大的效果，在风水上也没有任何的忌讳这样子。这里后面各位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隐藏式的电视柜，所有的电视的机上盒，或者是说游戏它的游乐器之类的电玩游乐器都会放在这里面。到时候电视挂上去，整个墙壁是平的，你看不到东西。那这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隔壁房间去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房间，这个地方，你看书桌是这么大，那刚刚那一组柜子跑到哪里去了？在下面，下面的空间呢，它就是把前面的深度吃到一部分，后面呢也吃到一部分，但是我们又不会影响到这个书桌的使用。厨房呢，因为以前是开门会撞到冰箱，所以我们把它改成推拉门的部分呢，我们都是做缓冲式的轨道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冰箱这里有一个常见的，这个叫大怪物，也就是用来放一些干货零食之类的东西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冰箱在这儿，然后这是它的电器上下柜。厨具呢是建商原本就附的，那这是电器上下柜的部分。哦，这里是下面的放电器的空间平台，这里上面还有放一些干货的收纳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屋主他们建商有附这个烤箱、微波炉，他只要再买一些他的基本家电，可以放在这边可以使用这样子。小孩房的部分呢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柜子都做到顶这样子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家东西很多很多。那有的人说啊，这样子不是整个空间看起来很压迫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还是选择比较浅色的颜色来搭配。那因为真的现在不管是在台湾哪个地方，真的是寸土寸金哦，这个一坪要40多万啊，你上面的空间不做，你就浪费了100多万的空间没有用到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就是还是尽可能满足客人收纳需求，他总不希望回来看到家里面很凌乱，很不好收纳这样。这边是他的储藏室、更衣室，这个地方屋主他有一些杂物要收纳的，还有一些主卧室放不下的一些衣物、换季的衣物，然后他们有露营习惯，这边会放一些露营的装备、设备，哦，去外面露营的时候的一些东西，所以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储藏室、更衣室，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他完整的使用，让家里面的收纳，我刚刚讲他的收纳通通都坐在房子里面、房间里面，你外面几乎看不到什么收纳，这样。他希望客厅、餐厅基本上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，他连电视柜都没有。进来这个房间呢，有没有觉得，颜色很缤纷、多样，有蓝色的、粉红色的，还有这样很可爱的一个粉红色的窗帘这样子。这是女生的房间，一样的，我们还是希望屋主他的东西希望有一个收纳空间，所以呢，他都是把它做到顶。你看一下这组衣柜，这个呢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转角衣柜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它可以完全打开到165度，你可以随意停。所以里面的镜子，你在照镜子的时候，你可以照到身高大概180几公分高的人，哦，
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空间又不会有所谓的阻碍，它的里面的衣服收纳都完完全全可以上下层各收纳掉50件衣服，这样就100件的衣服可以让你去挂。那它比一般的以前的衣柜两个互相挡到柜子的使用方式是比较方便，但是相对转角衣柜呢，通常就是一般直线衣柜的两倍价钱，因为它的板子是用一大片的板子去裁切，因此它的损耗会比较多，但是呢收纳会比较方便，你也比较不用担心会有一些空间比较不好使用的一个状况。浴室的部分它也有做了一个设计，这个呢就是它的镜柜里面呢，它一样可以收纳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小的东西它要放置，那平常关起来，有没有很有饭店的感觉？哦，整个来到这里面，整个镜子有让浴室放大的效果，然后呢，里面一样可以收纳。哦，这个灯呢，它是 LED 灯，你需要用的时候打开，不需要你就关起来这样子。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开这个浴室的主灯，你光开这个，这样的氛围蛮好的。回到家有一种好像来到饭店度假的感觉。主要是屋主他希望，房间里面看起来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小清新的氛围，所以呢他做这种绿色的这个主题色，然后呢他用的是这个所谓的木百叶，这个所谓的这种百叶窗，它可以收起来收折收到这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这种还蛮贵的，就是如果你要使用这一类的百叶窗，你就是要考虑到它的价钱还蛮高的，这样一扇窗要好几万这样，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平常不开，你要开关你就是这样用手去搬动它，它的使用也是非常方便。屋主呢，因为他希望两个人不管谁先起床，这边可以开灯关灯，因此我们把这个双切开关坐在床头这一块，因为这边本来是窗户，但是因为有风水老师要他们睡这个方向，所以呢我们把下面的窗户包起来之后呢，这边我们会帮他做这个绷布的方式，他躺在床上就有一个后面可以靠的一个绷布。那屋主他这边的衣柜也是做到顶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他们先生大概180几，将近190，太太也有170几公分，因为他们东西真的很多，然后需要很大的一个收纳。看一下这整个空间，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收纳空间，这样所有的空间尺寸还有位置，我们都是依照客户的需求帮他做一个完整的设计。不过浴室也有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就是镜柜，如果你不开灯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开这个镜柜的灯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氛围，回到家可以比较放松，让回到家的时候呢，你就有点像在度假的感觉这样子，这样一个设计可以让屋主他可以完完整整的可以放他浴室的东西。这边一样也有一个转角柜子，在这个地方，这里，所以原则上它一样是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收纳这样子，在这里，然后这边，这里，每一个柜子它都有依照我们跟客户讨论的需求去帮他做设计。我们已经接近完工了，明天再来把玻璃贴上去，把一些柜子里面缺的一些小五金装上去，这个案子就结束了。然后从头开始施工，大概是9月7号、9月10号吧。然后现在我们是11月19号、18号就做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前前后后这个工地大概就做了2个月1个礼拜的时间了。那时间上其实算差不多了，因为整间它还有一些敲墙、打墙、移位的位置。以这样的一个大楼，而且6日是不能施工的，所以正常来讲，如果你是这样子，室内坪数大概36坪，然后有4房的格局，你抓时间最好是抓3个月的时间，这样子你在预设这个要装潢的时间上面也会比较宽松一点，因为大楼6日是不让你做的。如果针对今天的影片有什么样的问题，需要了解哪边的一些装修上面有你想知道的这个点，一样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们也都会尽快回复您的这个疑问，然后也可以给你做一些装潢上面的一些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追踪第一手资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